Selamat datang ke 学到，同学们欢迎来到学到啦。那今天我们就会在 buku aktiviti tahun dua jilid dua muka surat sebelas第十一页呢，我们会学这一个 kata perintah， 那就是祈使词。OK， 那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写上日期啦。我也把我这一个放大，好，写日期在这里。OK。那我们来了解这一个 petikan， 可以这一篇短文之后，我们来填充。好 ，ibu 指引 membeli sebuah peti sejuk baharu。指引的妈咪啊，指引的妈妈呢 ，membeli 的意思是买哦，她买一架新的 peti sejuk 冰箱。OK， peti sejuk itu 哪个冰箱怎样？上啊 ，canggih 的意思呢是。很先进很厉害的啊，怎样厉害呢？下一个句子有跟你讲啦， peti sejuk itu， OK， 那一个冰箱呢 dilengkapi screen， 哦，这个冰箱有 screen 哦，你看有荧幕的，哇哦， kamera， 哦，有 camera 的，还有 pembesar suara， 还有什么，这个是 speaker 哦，就可以发出声音的，哇，这样真的我还没有看过这种冰箱咧，你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如果你看过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的 comment 留言给我看啊，跟我说你有没有看过这一种 body sejuk， 真的是很专业哦。接着 sebelum 的意思呢是之前， menggunakan body sejuk itu， guna 的意思是用，还没有用这个冰箱之前呢，指引membaca panduan， 哦，指引他读这个 panduan 哦，就是 user manual， OK， 就是使用的这一个啊，手册啊， OK， tentang penggunaannya， 关于它的用途，哎，大家有没有看看这个 guna， 用这个 guna 也是用，但是 menggunakan 呢，这个是动词的用哦，它用它 penggunaan 的意思是用途的啊， OK。好，那接着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个 buku panduan， OK， 就是这一本使用手册。 jangan， 这个选择 jangan 的意思是不要， OK， 希腊的意思是请，那这个请呢是很有礼貌，属于正式场合的跟大家说请的，它是好像恳请这样， 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适合用哪一个 kata perintah。OK， 什么 baca panduan yang diberikan dengan teliti， teliti 的意思呢是仔细的，所以他不要人家读这个 buku panduan， 还是他很礼貌的恳请大家读这个 buku panduan 呢？啊，我们要买一个电子产品之前我们要读的，对不对？啊，所以适合的答案就是这个啦， C 啦，来我们一起写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这个 S 啊是不是特别大个的，为什么啊？因为它是大字母，是句子第一个字都要写大字母，所以大家注意啊，要写大字母。 OK， 所以这个句子完整的是 Sila baca panduan yang diberikan dengan teliti。 OK， 到你读了，来 Sila， Very good。 OK， 来我们看第二题啊， Tolong， 诶，这是一个新的 kata perintah，tolong 的意思也是请哦，但是呢这一个请啊是要人家帮助的，是请求帮助的请， OK， 所以这一次恳请哦，正式场合的请，那这个是请人家帮助的请。 jangan 的意思就是不要， OK， 到底我们是要人家请人家帮助还是不要人家做东西啊？ buka peti sejuk， buka 的意思是开冰箱哦，开冰箱 terlalu lama， terlalu 的意思就是太， lama 的意思是久，诶，开冰箱太久是好还是不好啊？嗯，好像是不好，对不对？很浪费电，然后冰箱里面东西也会坏，所以我们是要请人家帮忙开久久还是不要人家开久久呢？所以答案是
不要 jangan。 OK， 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句子。 jangan buka peti sejuk terlalu lama。 对了，请不要啊，就是不要开这个冰箱太久。对了，哇，有些同学刚才读比我快哦，厉害哦。好，我来看看最后一个啦，第三题啊。 jangan 不要， tolong 就是请人家帮助的，请。好，那现在我们在这里看不要还是叫人家啊。 pastikan 呢就是请你保证， OK， 就是确保， OK， 确保比较适合啦，大家写下来。确保什么呢？这个门，冰都是门啊， peti sejuk 就是冰橱的门， ditutup 被关， dengan rapatnya 就是很紧密的关， OK， 关得很密啊，所以你要确保这个门关得很密，是叫人家不要关得很密， OK， jangan 不要关得很密，还是请你帮忙确保它关得很密呢？关密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对不对？那个里面的冷的气啊就不会出来吗？所以答案就是这一个啦， Dolong。 Yes， 一起写下来吧。好啦，就这样，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三句了，来，我们一起读。 Dolong pastikan pintu peti sejuk ditutup dengan rapatnya，就是请确保你把这一个冰橱的门呢关得紧密。就这样啦，我们就在这一个第十一面学到 kata perintah， 我们也试着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一个练习。也记得现在大家请 check 一下你们的第一个字有没有大字母啊。就这样，你学到了吗？如果你学到了，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好让大家一起学到。然后呢，你也可以 subscribe 和打开小铃铛。为什么打开小铃铛？你第一时间呢，我们一 upload video， 你就知道我们 upload 的 video 了。OK， 就这样啦，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啦，拜。